关于同志的平权的部分，大家其实给的期待是更高的，所以也很感谢我们民进党有很多的委员在过去的努力。那今天要跟就是今天会在跟各位做这样的记者会的说明，就是我们这次有更多的委员提案，那会在这个民法的修法，让同志的人权可以获得更好的保障。